说我爱人不理解我，我爱人不够尊重我，我爱人不能听我说话，我爱人不欣赏我，我爱人从来不赞美我，他只会打压我。经常会有人这样说，那我会习惯性的会问他，你有尊重过他吗？你有表扬过他吗？你有欣赏过他吗？你有听他说话吗？我习惯去反问。当反问的时候呢，这些人他就会说，哎呀，我也没有。对啊，那你没有，你凭什么就要求别人一定要给到你呢？我们想要求别人给到我们什么，那是不是我们首先要给到他什么呢？